大家好，我是卢觅雪，我今年是29+1，今天来表演的项目呢就是跳唱。平时我很喜欢听 Blackpink 的歌的，所以我今天都选了 Rosé 的一首 Underground， 希望你们喜欢啦。卢觅雪，我只可以俾四个字的 comment 你，呢四个字是人神共愤，即系唔好搞咁多嘢啦，唔好搞咩人拼啦，唔好做咩女团啦，你咪癫啦，你做翻你嘅栋笃笑算啦，唉。